吴尊自认体育天才，惨遭十二岁选手 KO。哦，凯西亚很接近哦，子琳领先嘞，领先嘞。你如果输给他的话，你回去学校被笑得很惨。你会非常难过。吴尊，哎呀，吴尊的最后一个跌倒了。吴尊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我来做个台，综艺大集合。